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今天我们是 follow to say violin 的行程。那这样走比较快啊。to say violin， 哎，怎么进去啊 ？No entry。这个是 mango， 对，它是 soda 的一种，对，然后它是有点冰块，这样子喝的。然后它的杯垫好可爱哦，这是反面，这是正面。然后这个 brand 我本身在澳洲有喝过，噔噔。这是我朋友点的，他点的是 lemonade， 这个是7块钱，然后这个是好像11块吧。首先我先喝一口 mango， 很好喝，甜甜 sweet sweet 感觉，然后有一点气泡 bubble 在里面。OK， 我们的餐点来了，我点的这个是 hockey fish， 然后它有薯条沙拉。然后2片 pokey， 然后这是我朋友点的 all American， 然后他是点 medium， 他是沾这个酱，这个好像沾酱，可是他是沾鱼的，应该沾鱼的吧。这是 ketchup， 然后这个是辣椒酱。
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有影片上传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